新野同妈母度假村位于北海道中部岛阳地区，占地广达1000公顷，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原始生态。塔娃大酒店外观犹如彩色积木一般，充满了童趣。宽敞的客厅和卧室，即使是亲子同游也能住得舒适。度假村中的 DIY 活动，大小朋友都能够轻松上手。北海道惯摇冰淇淋是简单易做的超人气活动。挑选一个喜欢的木头形状，为木头上色，制作出世上独一无二的彩绘钥匙环。若您在夏季前来，绝对不能错过度假村最热门的活动——云海平台赏云海，欣赏大自然最奇幻的美景。园区内更有全日本最大的人工造浪泳池，终年恒温30度，是最受小朋友喜爱的设施之一。度假村内的水教堂是由知名建筑家安藤忠雄所设计，被誉为全球结婚教堂梦幻首选，并且也是偶像剧《白色之恋》中永秀向小彩告白的地方。度假村更荟萃了北海道各地的丰富食材，假期中的美食体验也让许多游客难以忘怀。